为所有现场的来宾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全体的理事啊，大家都晚间好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晚间也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现场这里呢为大家献唱，也首先也要感谢我们的阿南嫂，那么同时也要祝福大家都，那么来临的这个新的一年，大家都行好运，发大财，身体都健康，平平安安。好的，那么我想呢，马上为大家呈现呢一连串的这个唱的这个节目。那么晚间第一首为大家安排了一首比较轻松的《红瓜》，一首一首啊。